喂，你好。请靠。静雯，真正是你。你当我鬼啊？现在我比你的过年前更有耐心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被需要，但我想这应该能给你一个爽快。杰九义，人客拢是送我一杯酒，干阿你也送我杰九义。我现在是百年花馆的头家娘，大家看到我，加减爱敬我三分，已经没人来逼我饮酒了。真正有人逼你饮酒，是什么人？你是不是想要问我，这二十几年来，我敢一直在做女公关？我敢想要知影，这二十几年来。你到家真侪苦，受真侪委屈。哪有人经过二十八年，看到真女朋友，是送伊一个酒意？我伫是一个袂晓浪漫的人。像麦糖，爱满满无底坑，幸福若蜜得阮，一生一世咱做伴无算。你将阮当作宝贝珍惜。你妈妈会病啊，动手术是唯一的办法。只要去东南亚走一转，替我挂一挂回转来。虽然讲有淡薄风险，不过你妈妈的手术费就拢我。我是不是这样创意啊？
我这个去东南亚，唔知是生还是死，我无法度给静雯这个承诺，至少我不应该拖累伊。你安怎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静雯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你别跟我讲生笑。我不是跟你讲生笑，我是真正要跟你分手。今天是咱最后一次见面，以后咱别再联络啊。阿哥，你上好一定要给我放过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分手？是不是我做不到什么大事啊？这个你一点么关系都无。还是你爱着别人？无这种代志，你莫学朋友。啊，你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咱的感情一定拢足好的啊！而且你不是讲你要娶我？那是我一时跟你讲生笑，你哪会当作真的啊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你绝对无可能跟我讲生笑。我知啊，你是真心爱我，你莫跟我骗。你什么都不知啊！你别再骗你自己啊！我早就想要跟你分手啊！信哥，你放手，放手！只要你跟我讲分手的原因，只要你看我的目睭，跟我讲你已经不爱我，我就马上放手。我。总共一句。从这次开始，我跟你已经不是情人了。信哥，我爱你。静雯，我最爱的人，真实的请你原谅我，分手实在是不得已。我若是会当活着回来，我一定会来找你，把你带回去。你等我，这是我无多讲出嘴的承诺，我一定会做到到。我一句话想要跟你讲，不知道你敢愿意跟我见面？后来，你敢有收到我寄予你的信？你讲无来，我当然有去。跟你分手了后，我逐天拢想要看到你，只是天公伯跟我讲一个算账。你一定也不知道，我只要恢复健康了后，头一件事就是回去找你。只不过你身躯边已经有另外一个人了。说啥去，都已经28年前的事了。不管你有来还是没来，过到安怎？是啊，我只是就好奇，迄当阵你应该不是要向我红心，讲你要结婚了。迄个阵我有你见面，我是对，我是想要甲你讲我要结婚啊。也不过我要娶的人是你，不是别人。
可是我无机会把话讲出嘴。苏少卿，就亲像你讲的，已经过了十八年了，就算讲即马知影原因，阁会当安怎？妹，别让人误会。假如二十八年前那天咱有见面，换作咱这个命运，一无同款。不过都在见面，可能咱两个拢过了袂歹，安尼就好。一切拢是上好的安排。你真正安尼相信？一定爱相信，安尼才有法度好好继续过日子。爸，我要先来倒。我替你叫车。不要紧，我自己来就好。我留电话给你。当年无记得面的遗憾，今仔日总算是当放下，安尼就唔够。多谢。多谢啥物？多谢咱对对方拢无怨恨。信教，当年你到底为什么跟我分手？我跟你问无意义的问题，当初我什么拢无讲，无奈。咱明仔载去再说。把一切乱好起来，我袂袂得你辛苦比你卖力啦。我不会，哪能对我遐尔狠？我你好爽！我那是死死！你讲爸甲阿伯两个感情足好个，那呢？为啥这十年因两个兄弟也毋捌见过面？我绝对袂当阿杨姐生气，爸就是鬼王。你之前讲杨姐失去记忆啊？那你失去记忆之前的代志，你敢无清楚？你根本就无想你当作是某在听嘛？没关系啊，不要紧。你讲朋友不结婚之前，我不是错乱精明。伊叫做郭伟林。你拢吃吧，吃到阮无咧。你敢知影？今麦这个状况真正足好诶，我若是想要看你，我就当来看你。我袂当，搞你好搞诶人控制啊！我扶你起来，放心，容易保养好。黄玉生在网络发黑函，无赖你甲因某有感情。姓汉竟然黄无赖，甲别人的某有交叉。我已经赶离开姓汉爷，请你放心。咪啊，伊就是我的红婿周信强。咱已经二十几年无见面啦。信强，二十几年前，阮进前交往过。开车。